好，OK，好嘞，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各位朋友，大家好。亚洲的朋友们，早上好；北美的朋友们，晚上好；欧洲的朋友们，半夜好。很感动，半夜参会，辛苦各位了。欢迎大家来到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和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电影编剧的秘密》。白瑞文教授对话著名电影编剧芦苇先生。我是陈素，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电影编剧芦苇先生和中国当代文化及电影研究专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瑞文老师，就大家最关心的电影话题之一《电影编剧的秘密》，与中国最具声望的电影编剧芦苇老师展开对话。这场对话大家都非常期待，对话拟定90分钟，但若90分钟后，白老师和卢先生仍然精神抖擞，对话兴致不减，那对话将继续。凡是希望离开的朋友可自由退场。在对话结束后，我们将留下互动时间，请大家提问。我的同事，东亚图书馆负责中文馆藏的陈红博士和我将在互动时段为大家服务。若在对话期间大家有问题的话，请在 Q&A 空间写下您的问题。此外，我们衷心感谢芦苇先生和白老师的许可，容许我们将录制整场对话。我将介绍白老师，白老师将介绍芦苇先生。在介绍之前，请允许我简要介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该馆建于1948年，是北美10大东亚图书馆之一，服务本校教师与学生的研究和教学是我们的核心任务。服务当地社区及世界各地学者，则体现了加州大学的重要理念之一，那就是服务社会。回报社区，邀请专家学者分享他们的学识，就是我们东亚图书馆服务社会的一种方式。我们衷心感谢芦苇先生对该理念的认可和支持，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通过与白老师的对话，分享他电影编剧加导演的精彩生涯。下面我将简要介绍一下白老师。白瑞文，中文名字白瑞文，英文名字 Michael Barry，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和电影博士，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电影电视数字媒体系教授，并兼任中国中心主任。繁忙的行政及教学工作外，白老师笔耕不辍，编著、编译著作等身，著有5种著作，《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相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事故乡三部曲》，《竹海时光》，侯孝贤的《光影记忆》，《痛史》。现代华语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与电影的口音，贾樟柯谈贾樟柯，编著有《Divided Lenses》，
重返现代，白先勇现代文学与现代主义与物质世界台湾历史和文化读本。百忙之中，白老师还翻译了很多中文小说啊，其中包括《活着》《长恨歌》《野孩子》1937年的爱情《余生》《武汉日记》。与即将出版的《医院》，白老师社会活动也很多。他曾任电影制片公司的顾问和编剧，还曾任香港《红楼梦》奖、台湾金马影展、香港新浪潮等评委。除此以外，白老师还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我总在想，白老师，您休息吗？卢老师在网上看到很多有关您的访谈，但是我想像今天这样的对话应该还是很难得的。好，下面我们有请白老师介绍卢伟先生。谢谢陈馆长啊，我实在不敢当啊，这么详细的介绍。我今天我也是非常荣幸，我们能邀请到卢伟先生当我们今天活动的贵宾。卢伟先生，我想这个名字对熟悉中国电影的朋友来说，应该一点都不陌生了。就算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你肯定看过他的许多片子。我想将近40年以来，他应该是中国最多产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编剧之一吧。已经他的编剧作品里可能有30部左右吧，而且他应该是1982年就开始编剧，而且他跟那个时候跟改革开放跟整个第五代的崛起是同步的。后来，他跟第五代最有代表性的这个导演都有合作过，包括张艺谋、陈凯歌、滕文骥、周孝文等等。他的代表作包括《活着》《霸王别姬》《赤壁》《涂鸦的婚事》《白鹿原》《浪图腾》等等，都是这几十年以来中国电影最有影响的几部片子吧。他获得奖项也非常之多包括金鸡奖、导演处女作大奖等等。那我想今天真的非常难得跟卢伟先生坐下来，就是非常详细的谈他整个编剧生涯。那谢谢卢伟先生参与这次活动，欢迎您。非常高兴能够和这个白老师，谈电影，也非常高兴能跟大家在这个平台上相会。谢谢。那我想，我们开始就是从头谈起吧，就是从你整个成长背景吧。您是出生？我先提一点，就是那个哎，您说的那个"云巡蓝天"，那个编剧也叫芦苇，但不是我。这哦，个好。编剧啊，这所以在网上有时候会有误传，他们把两个人放成一个人哦，了，好的，那但是我们那就，个剧本不是我写的，好的，那我们就先谈谈您的出生背景吧。你出生在北京，后来在西安长大了。你能否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小时候的整个家庭背景？好的，我的父亲呢是一个当年的，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一个进步青年，他后来呢跟所有的左翼青年一样，就去了延安参加了所谓的革命。后来，所以我父亲呢在延安待了很长时间。解放以后呢，就是49年的时候，他跟着中央一块到了河北，然后从河北呢到了北进京了。我呢是在，他们是在。河北这个，因为马上解放了嘛，所以我父亲就当时按他的年龄很大了，所以他就可以结婚了。然后呢，到了北京以后，就是我是50年出生的，50年3月我就有了我了。后来呢，他在51年的时候，他调回西安了，他在西安的西北局工作，因为那时候他一直是在这个解放战争的时候，他一直在给这个。徐中勋开小车，他是司机，所以呢，
这个习仲勋当了西北局的书记以后，就把他调回来了，让他继续当那个车队的队长。那么我呢，就是等于说从北京又回到了西安，所以我算是一个西安人，在西安成长起来的。那小时候您有这种看书的习惯吗？或者看电影的习惯吗？啊，有，因为那时候西北局，我在西北局是个大，是一个大机关，它有个非常完备的一个图书馆，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就是比普通孩子要幸运的呢，是我有书可读，而且呢可以看大量电影。那个时候西北局作为一个党政机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它每个礼拜都要放一场电影，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天堂了。就是每个礼拜可以看场电影，而且还有这个图书馆的书可看。因为我父亲的这个借书证就是我的，那时候所以就呢，那个书也收藏的很多，所以小的时候可以说是接受的这个信息是非常多的。那个时候有哪些书或者哪些电影给你影响比较深刻？我记得我在16岁以前看书最受感动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契诃夫，契诃夫就俄罗斯的这个小说家，也是戏剧家。还有一个人就是肖罗赫夫，他的《京津的顿河》。我是15岁的时候看的《京津顿河》。这个书在一般的这个地方看不着，但是西北局图书馆有，所以我有幸呢就看到了这本书。我认为这两个人对我的青少年的这个影响非常大。那电影的话主要是看国产片吧，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应该说都像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我们在8、9岁时候都看了。那个时候像罗西尼的啊，像那个德西卡的电影啊，我们都在那个时候虽然看不太懂，但是看的接触的很早。你像那个罗马不设防城市呀，这些电影我们都是在10岁左右就看了。那很难得。是，所以先天的这个环境非常好。那么其实德国有一个导演，这个 Werner Herzog， 他一直强调这个人的经验要比那个学习电影更重要，就是如果要当一个导演或者当一个编剧，还是要多吸收很多不同的人生经验。我看您是1950年出生了，那个是建国不久之后呢，后来整个解放后整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啊，整个社会风云您应该都是亲自经历过吧，从文革等等，你后来也当了知青吧，下过山啊。是的，我的经历大概就是52年一直就从北京到了西安了，然后呢一直在西安长大，所以我是个西安人。以后呢就随着中国的这个这17年的历史啊，我就是这些风风雨雨我都经历过。是后来我都经历过了，这个就是看到了很多暴风骤雨般的运动。这种经历啊，对我认为对我自己后来写剧本啊，这个从事编剧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要是没有这个经历的话，恐怕这个和感悟啊，恐怕就没有这个今天的这个编剧生涯。是的，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您也当过工人，也学过画画等等，我想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肯定给你那个编剧生涯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也给你开阔了就是更开阔的一个视野。那么在您后来的写作，您觉得这种人生的经验给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一个文革让我看到了阶级斗争的这个和这个人间的这个很多惨剧。这个后来我下乡了，当了农民了。我18岁下乡，当了一个在秦岭的山脚底下当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当了3年。我认为那3年的经历啊，对我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农民是占绝大多数的，我一个普通人的这个经历和眼光，度过了那段时光，他对我的印象啊是极其深刻的。再一个是那个时候很年轻，感受非常强烈，
所以呢，这种经历啊，就是伴随着我的终身。我觉得那段对我的这个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对人性的了解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我是还当过流浪汉，就是因为那个我在22岁的时候，招工招出来了，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工厂，我就退职了，不干了。这个在今天很平常，但是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非常稀少的一个反抗行为。所以呢，我就有4年，我是飘落于社会，就没有工作。幸亏我的父亲啊，还比较理解我，认为我的这个选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哎，就是说，他给我的原话是："家里总有你一碗饭吃。"哎，你不愿意去做那种工作，那你自己选择吧。反正家里是有你一碗饭吃，所以这个家庭对我的这个宽容和我父亲对我的理解，我觉得对我的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经历也是非常的独特。那个4年的流浪汉经历，应该是改革开放初期吧？不是，是斯伦邦时期，是哦，斯伦邦。1972年到1976年。这4年呢，实际上是我的大学。我在大量的阅读书籍，我在大量的这个学习，我在这个看书，疯狂的看书，而且在这个学习美术，学习艺术，在读艺术史，在有系统的读些艺术史，像那个当时我能搞到的书，像这个希腊艺术史、罗马艺术史、中世纪艺术史、印象派画史、这个新绘画派的画史，这我都是比较系统的读过的。所以那个是虽然说是流浪时期，但是实际上是我的大学，是我的大学。我至今想起来还依然非常觉得那段时间啊非常重要。那个期间，您人还在西安吗？还是对，到了吗？我是从农村，从农村的秦岭的山根底下回到西安了，哎，回到我家中了。因为我的父亲很宽容我，这个情况在当时的一般家长里边是不可接受的，就是你有了工作，可是你不干，这个可是我父亲就能够容忍我，而且还很同情我，所以我有个非常好的爸爸。那么您的编剧生涯应该是80年代初期，就是开始写剧，也是很应该，独其实特，我也是第很一个，丰富的。对，我其实我第一个修改的剧本是86年，周晓文在拍一个电影，他作为导演，他在西影厂拍了一个电影叫《他们正年轻》。这个电影的内容呢是反映越战的时候，就是不是反映这个中国和越南这个战争的时候，一个前线的一个班的这个战斗故事。这个剧本的原作者叫李平分，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啊。但是呢，是我改编的。因为周晓文当导演，他跟我是朋友，他就找我来说，呀，这个剧本你来改一改。我当时也很高兴有这个一个实践的机会，后来就改了。改了以后呢，拍成电影以后呢，这个电影的口碑非常好，但是很可惜，审查是没有通过，就被枪毙了。认为你这个有反战情绪。然后呢，枪毙了以后呢，但是因为这个给了我信心了，我觉得当编剧很有意思，也很好玩儿，这个值得做这个事情。所以在87年的时候，在拍周晓文在拍最后的疯狂的时候，又请我来做编剧。虽然我没有这个剧本，我没有上名，但是那个剧本是我写的。到88年的时候，周晓文又拍这个《疯狂的代价》，那么就是还来请我当编剧，那么我就是连当美工在做编剧，这样的话呢，我的名字就等于说就是上了银幕了，就成了编剧了。这样的话，厂里呢也认可我当编剧的能力了，哎，所以从此以后呢，就走向了这个编剧的这个生涯。那周晓文找您的时候，你原先在哪个单位？我在西安电池电厂，我是76年社会招工招到西安电池电厂了。我的工作呢，在电池电厂是会计工，
就是说穿了就是画布景的，嗯，后来呢就改编剧了，哎，所以就是跳槽了，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跳槽了，嗯。那么后来您参与过这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有爱情电影，有悬疑片，有古装电影，什么类型都有吧？我想，这么多类型之中，您觉得哪一种类型最具有挑战性？其实每一种类型都有挑战性，每一个题材也都有挑战性。这个挑战性啊，我觉得是一个常态，就是如果你为什么要接这个电影剧本呢？你为什么要写这个电影剧本？你一定是在应战。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后来有些挑战我就不愿意接受，你比如说很多类型我并不熟悉，我也没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作为编剧完全是一个就是从兴趣出发，我觉得有感觉了，有兴趣了，我就写。嗯，所以还好像还比较主动，也比较自由。嗯嗯，那您的那个代表作有好几部，但我想在国际上得到最大的成功，应该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跟张艺谋的《活着》这两部。虽然在海外好评如潮，就是我想那个时候90年代中期吧，啊。海外很多人都知道这两部片子，但恰恰是这两部在国内造禁了，就不允许发行了。我想我们可以用一点时间好好谈这两部片子吧，因为确实是对中国电影历史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两部电影。我想开始戳背这两部电影的时候应该是64过九 不久吧，应该是90年代初吧。对，霸王别姬是，我记得是在91年，91年，就是我就开始写这个剧本了。拍摄的时候是92年，嗯，发行的时候是93年，这个活着呢是93年，艺谋来找我，张艺谋导演来找我，然后我们在年底把它拍完的，嗯，所以这两部电影呢，一前一后，一个是在92年拍的，一个是在93年拍的。嗯嗯，那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状态？我觉得我还正常吧，就是他们来找我当编剧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看我喜欢不喜欢，我有没有这种感觉。最后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一听，哎，这个京剧吧，我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戏剧发烧友，就是小的时候听了很多戏，对这个戏曲呢非常入迷。所以呢，这一拍即合，这个陈凯歌找我来，他就说：“哎，你有没有兴趣？”我说：“这个戏曲，这个太好了。”我说：“这个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拍一个很好看的电影。”嗯嗯。后来那个这艺谋来找我做那个《活着》的编剧的时候，那个戏剧是我们硬加进去的，本来小说里没有这一段。我们因为喜欢对中国戏剧的这个喜欢嘛，所以把这个戏剧的内容呢，也就把福贵的这个身份也改变了。他是个艺人，其实小说里不是，小说里他没有这个身份。是，就我就要问这个，就是电影跟文学作品原著之间的不同，因为恰好这两部电影也是根据文学作品来改编的。一个是余华的《活着》，一个是香港作家李碧华的《霸王别姬》。那原著跟电影有好多好多的区别。我们先谈《活着》的。《活着》的话，那个故事原来是发生在农村，电影就是搬到现场。富贵本来有一头牛一直为他为伴，电影也是完全取掉了。还有像扎珍这个角色，他的。增加了很多戏，小说里面是比较少，整个结尾，其实活着那个原著的结尾是比较残酷的，所有的家园都一个一个就过世了。那是否可以带我们回到那个年代，在改编的过程当中，您和余华还有张导演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讨论来，或者经过什么样的考虑来做这些改编？因为那个
张导演在找我的时候，就是他很明确，他说呢，你对剧本负全部责任。他说，因为余华呢是一个原著作者，他说呢，他可以写一稿，但是呢，我拍摄的剧本呢，你来负责。所以呢，我跟他的合作呢，当时是特别那个密切吧。再一个，他本人是陕西人，他对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啊，他也知道，他也有兴趣。当时把陕西的皮影戏呢，作为一个重要的情节放进去，哎，获得了他的这个同意，他非常有兴趣。所以呢，我们是一拍即合吧。这两部电影其实都是一种爱好的结果，因为当年那个你像《霸王别姬》吧，我们把京剧和昆曲，这把它放进去了。在这个《活着》呢，我们把这个陕西的地方戏剧，就是皮影戏和这个碗碗腔和老腔放进去了，效果都不错。而且最关键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热爱的东西啊，把它变成这个银幕的这个内容了，所以觉得很满足。那整个改编的过程一般需要多长时间了？比如说你弄《活着》是几个人关在一个房间，就是要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是什么样的一个？他是这样子的，非常不一样。他这个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工作习惯不一样。陈凯歌是他在跟我讨论剧本的时候，只有他和我和他父亲三个人。我都是记着讨论剧本讨论比较多的时候是在他家。但张艺谋就不一样，张艺谋是把所有的主创都拉进来讨论，但是写剧本的时候呢，就我一个人。所以呢，我当时记着写《活着》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在乡下，我是在甘肃天水的一个小山沟里边写的，写的第一稿，后来回到西安写第二稿。《霸王别姬》是在北京写的，因为那时候要看大量的京剧的资料，所以我就住在北京了。那《霸王别姬》也是跟原著有好多的区别，尤其是结尾部分。是，这也是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来改变？因为《霸王别姬》当时陈凯歌是他不愿意拍的。徐峰在刚找他的时候说，哎，我已经买了个小说版权了，你来拍。他看了小说以后呢，他推辞了，但是他推辞了两次，说不想拍。为什么呢？他觉得没有意思。后来徐峰呢说，那我们既然要合作嘛，但是这个小说的版权我已经买了，我也准备要拍这个题材，那么你要跟我合作呢，你必须要第一个就是这个。后来呢他就问我，他就说，你觉得这个小说怎么样？我说小说吧，它就是一个香港的一个言情小说，但是呢，因为电影吧，它存在一个改编的问题，我们可以重新创造它，重新的塑造它，把我们需要的追求的东西呢放进去，把它变成我们的电影。当时陈凯歌听了以后很高兴，他说那就看你的剧本了，那就看你的剧本了。后来我就把我对京剧的那个理解就和了解我都放进去了。后来他看了我的初稿以后，他很高兴，他说，哎，这个电影有意思了，我们值得拍这个电影。后来我在改完第二稿以后，他就完全认可，他就说，哎，就拍这个了。我还想改第三稿呢，我说，哎，再来一稿。他说行了行了，这稿挺好的，我很满意。他说你别改着改着又改过头了，这个我们就拍这个，他就拍板定案了。所以《霸王别姬》两稿就搞定了。那《活着》呢？有几个版本？活着也是两稿。我的剧本里边《霸王别姬》《活着》都是两稿，一般我写剧本都是两三稿。唯一的例外就是《白鹿原》，因为《白鹿原》吧，这个写了七稿。也写了七稿呢才满意的，前面的六稿都不满意，都觉得没把白鹿原的这个没有把最主要的东西抓住，到第七稿的时候才觉得，哎呦，可以了。很可惜这个电影最后拍的时候也没有按我的剧本拍。
那么一般来说，您改变原著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就是从忠于原作到有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理念之间。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要认可它的主题，如果它的主题你不认可，你必须赋予它一个新的主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赋予它一个电影的类型和电影的创作的戏剧创作，而不是小说的情节。你虽然来源于它，来自于它，但是你要超越它，你要在戏剧的意义上超越它。这个就是需要一个对电影和戏剧的了解。那我想，好多观众朋友如果看最近在国内的很多片子，我想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没有所谓的人情味儿。我想您自己参与的电影一个优点就是人物的刻画非常的逼真，可信度非常高，就是看了非常感人。那么，比如说，看看荧幕上的富贵和扎针，或者程蝶衣跟段小楼这样的一些角色，会有一种实感。那么，从专业编剧的角度来看，您对人物的刻画有什么样的秘密可以跟我们分享吧？没有秘密，只有它的一个戏剧性的规律，就是因为你电影啊，实际上说穿了就是银幕上的一个故事，啊，这是它的本质。那既然讲故事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主题和一个你感兴趣、你自己感兴趣的和让观众也感兴趣的一个兴趣点。这个我觉得跟你的对人性的理解有关系，就是你对这个丰富的这个人性啊，有没有一种要表达的欲望，表达的一种这种动力，这个很重要，就是换句话来说，你的心动了没有？如果你的心动了，我觉得这就好办，因为你有话要说。你说的话是你非说不可的话，你说的话是你很有冲动，你愿意把它表达出来的话。我现在看很多那个中国的一些影视作品啊，我就觉得，你们觉得它有意思吗？你们作为导演、作为编剧来讲，拍这么一个电影，你们觉得意义何在？它在什么地方触痛你了？我很怀疑。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每个人的经验都很不一样，我只能明白我自己的经验。那么再回到《活着》跟《霸王别姬》，其实我觉得这两部片子的命运非常的奇怪。一方面在海外一直获奖，一直有人喝彩，但在国内就是被镇压，就是被批评了。就是这个现象对您后来的整个创作状态又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者您后来的创作路线是否也影响到您后来？就是决定要拍什么样的片子。我是一直坚持一点，就是有感而发，无感不发。我只是就是我自己有兴趣的，跟我有缘分的这个题材和电影，我才做。要是我觉得它跟我没有缘分的话，或者我不喜欢这个电影，那我就不做它。所以在这点上呢，我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我是美术出身，我就在想，如果我当不了编剧，那我干美术去？反正我饿不着，我也不会失业，所以这样的话赋予我呢，在当编剧的时候一个自由，就是我有选择，我不是像很多编剧一样，人家指定你写什么你写什么，我是有选择的。你让我写可以，我必须要喜欢我才写，我要不喜欢，钱再多我就不写了。你像那个当时《霸王别姬》拍完了以后，那个陈凯歌找我让我写《风月》，风月的钱吧很多，大概是《霸王别姬》的10倍，但是我不喜欢那个题材，我看了后我说这个题材有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说你找别人写或者你自己写，我说我是没感觉，所以我坚持一点，
就是在这个写剧本的时候有感而发，无感不发。你无感的话你就把嘴闭上，哎，你不要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这个是不好的。哎，谢天谢地我没有染上这个毛病。前面您提到说就是您是本来是画学画画还要做那个美术，您觉得这个背景对您后来的编剧生涯起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是否更加注意那个画面？是非常重要，因为电影的本质我们说穿了它就是一个视觉和听觉的艺术。哎，可是呢这个画画呢绘画呢它是视觉艺术，对吧？所以这个给你的视觉的这个素养打下非常好的底子。因为你在写剧本的时候你的 脑海里面啊你出现的永远是画面。它不是这个抽象的情节或者文字的表达，而是画面的表达。一切都是为了画面服务。所以有的时候那个陈凯歌当时看了我的霸王别姬以后他是画面感很好。大概说在，他说这个简直是都不用设计了，我直接搬来就用了。他挺高兴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对电影的理解的问题。我觉得电影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两个因素，一个画面一个声音。如果把这两点要是对这两点要有准备的话，或者你有一些爱好的话，对你当个编剧会非常有好处。那除了编剧之外呢，你也是做过导演，就是好像只有一部1996年的《七杀路迢迢》，能不能这部片子还是获过奖啊，金鸡奖，对不对？对，那个电影获了在国际上和国内一共拿了四个奖。那能不能谈谈，这是您首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导演作品啊？那个时候是怎样转型？哎呀，这个片子完全是阴差阳错我当了导演。这个因为本来这个剧本吧，这个陈凯歌看过，他挺喜欢的，他说好，这个剧本不错，他说我们将来有机会把它拍了去。可是呢这时候忽然这个出来这个老板，他说哎，你当导演你来拍，我给你出钱。后来我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说我拍也可以，因为陈凯歌当时也忙，还有很多别的项目要做，我说我拍也可以，能不能再给我一年时间呢，让我再准备准备，因为我没有干过导演，我的以前一直是美术和编剧。后来那个导演那个制片人和出品人他说不行，今年必须拍，因为这个钱到明年就没有了。所以等于说赶着鸭子上架，所以呢就准备完全不充分。最主要的失误是我作为导演的素养不行。我觉得我当编剧吧还算是合格，但是我当导演吧又是第一部，完全没有经验。所以这个电影的故事剧本不错，但是拍得很糟。我是后来都很羞愧。获了奖我也很羞愧。我觉得大家在抬举我，但是那电影的成色并不好。后来就不敢再拍吧。对，后来不是不敢，后来就没有兴趣了。我觉得我当个可能跟中国电影环境有关系。就是他说那个时候都说中国的好导演还不少，还有好几个。是这个一批人的。说好编剧比较少。说你呢干脆就是坚持你的这个就是人生有限嘛，时间也很短，你抓紧这个时间好好写剧本，然后让那些比我更成熟的人来去做导演。其实我的对电影的追求非常简单，我当什么都可以，但是关键是要拍个好电影。这个是我的原则，是我的这个诉求。好，谢谢。那前面提到活着跟霸王别姬都是背景都是现代中国历史，但是实际上您也写过好多中国古代为背景的电影，
包括秦颂啊、李自成啊、赤壁等等。我想写古代题材的电影总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挑战吧，比如说语言问题啊，就是怎样去找到一种有，就是观众又能听懂啊，但是也有那个文言文的那个味道，就是怎样抓住或者重现当时不管是清朝、唐朝或者明朝当时的一个语言的一个状态。您觉得在拍那个古装电影，在写剧本啊，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或者在语言方面，你怎样去抓到一个到位的一个最到位的一个台词？语言的方面是个问题，因为这个古代的一个语言习惯和现代的汉语是不一样的。我自己的原则呢是这样子的，是就是我们把它叫九白一文，就是有在这个台词里边呢，你必须要有坚持，就是90%是这个现代语言。这个古代语言呢你可以用，但是呢要把它控制到一个很小的分量里面。其实最关键的是，就是你的这不管你的语言是什么，尤其是你在使用现代语言的时候，你要有古意，就是你要让观众相信他这个是他说的话，是这个古人说的话。所以这个是个交流，也是个控制，是个把握。我在写李自成的时候，我不但用了这个现代语言，而且我把就是中国的陕北方言和山西方言都把它放进去了，效果还不错，很有意思。它因为它显得很独特。这个例子当然也有，你比如说莎士比亚在写话剧的时候，在写舞台剧的时候，他是那个时代的英语，但是呢今天的人在演绎他的时候一定有自己的一个发挥和自己的一个改变。我觉得他们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吧，反正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把那个时代的一些感觉把它表现出来就可以了。是像秦颂的话也是很特别的一部片子，因为后来他带动了整个一个拍那个秦始皇的一个风潮，是他拍是第一部，后来有张艺谋拍英雄，陈凯歌又拍那个叫什么来了，荆轲刺秦王，对吧？对，有一系列大导演都赶紧去拍秦始皇。当时这个秦颂是什么样的一个创作背景？秦颂当时是那个最早的时候吧，就是因为秦始皇是陕西人嘛，他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所以这个人物吧，就是进入戏剧啊，进入影视作品，这是很必然的。我当时是有一种，就是我要把我理解的秦始皇写成一个电影，这是。后来这个想法呢，就是周晓文就是说，哎，不错呀，那你写吧，写了我，只要你写得好，我就拍。后来我就把剧本写出来了，剧本写得很早，大概是94年吧，95年就把它，94年就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呢，周晓文是95年拍的，当时那个演员力量很强，像姜文呀、葛优呀、徐晴啊这些一线演员都过来了，所以这个电影吧，我觉得。还是有他的这个长处的，但是也有他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因为中国是一个以历史悠久而建成的国家，这个历史的素材很多，我们如何把它这些素材呢变成今天的这个观众所乐于接受的一种内容，这个是个挑战。这个任务吧，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依然是任道而重远。我们的中国电影人并没有很好的完成它。这个跟莎士比亚形成了对照，就是莎士比亚把英国那么一个历史，把它也变成了永恒的舞台剧。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呢，尽管拍了大量的这个历史题材，实际上作为正剧和传奇来讲，我觉得做的都还是
不够成熟，还是在探索。您刚刚提到说，就是关于秦始皇的那个素材很多吧？其实刚刚提到这三部片子，李自成、赤壁、秦颂，那个素材实在太多了，对不对？那个历史记载等等。那您开始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时候，您会做什么样的功课或者研究或者准备？我会把他们的权威的一些历史著作我通读一遍。你像李自成吧，就是不但读了就现代人写的李自成传记，还看了，就是还参考了一些当时的一些野史，就是当时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的一些野史，就是专门写李自成，的野史。就是你当你写一个历史，比如说我还写过那个赤壁，就是你必须要把它的历史背景搞清楚，然后呢通过这些素材里面你要找到一个戏剧的线索，就是你自己对这段历史为什么感兴趣，你必须要牢牢把它抓住。所以李自成吧，因为这个剧本写完了但是一直没拍，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有机会拍的话，它会很有意思。好，那从古代到现代，又从原创故事到文学改编，你好像什么样的电影都有尝试过，还有很大的，就是非常大胆的一个跨越，就是从艺术电影到商业电影。比如说2006年你参与过两部片子，一部是王全安的涂鸦的婚事，那是纯粹的艺术电影吧，另外一部是吴宇森的赤壁，这两部片子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电影世界，也呈现的整个美学也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从艺术电影到大片，您的一些创作的状态会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转变？比如说片子的预算越大，是否您的创作空间就会越小或者越受到控制，就是您怎么综合或者怎么去平衡这种艺术电影跟商业电影之间的在工作上面？这个就是你有多少投资你就做多少计划，你根据投资的规模来做自己的这个剧本的这个创作计划。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做美工出身的，我知道预算，因为当时我当美工的时候我是必须要参与预算的，就是我必须要考虑到我有多少趟井，我搭多少井，我动多少劳力，我动多少材料，这个我觉得这个当美工的这个经历啊对我有很好的训练。所以呢我第一个，我一般跟这个投资者合作，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准备花多少钱，就是你根据你的钱和投资规模，我们来规划一个比较切实的一个内容。因为当时涂鸦婚事是当时一开始就告诉你说只有500万，多了没有，那我们就根据500万的盘子啊来做这个电影，所以我就选择了涂鸦婚事这么一个题材，小题材，对吧？当时那个吴宇森找我写那个赤壁的时候，当时那个好像他说你放开写，你写多少场面我都没问题，我都可以找来钱，你放开写吧，那我就没有顾忌了。什么什么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很多历史场面，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对吧？大规模的一些这个水战场面，我就可以放开写。但是赤壁，咱们说句老实话，赤壁的最后完成那个版本吧，用我的剧本几乎没用，几乎没用，所以我那一稿也等于白写了。好，差不多10年前吧，就是2011年跟2012年，你也参与过两部中国观众非常期待的两部文学作品改编的大作，一个是《狼图腾》，一个是《白鹿原》。对，这两部小说都是当时的畅销书，因为原著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爱，改编成电影的压力会不会更大？
另外呢，这两部电影也是非常厚的书啊，都是五六百页的大作，那你要缩成一个两个多小时的电影，你应该就是最大的一些挑战是什么？我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改编呀，就是任何改编，你都让它要符合，因为小说的创作这个天地啊太自由了，它可以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洋洋万言，这个没有人去会限制你。但是电影不行，电影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极其有限的，所以电影在本质上是戏剧。所以你要把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小说改编成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这个是需要一些就是对电影的这个类型的理解和研究。这个当时那个，所以这个你必须要控制住，因为我是有这个投资概念，我有资金的概念，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你投多少钱，我给你做多少活，我按照你这个投资的规模来给你设计，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编剧，我不是那种玩票的编剧。是，那像《狼图腾》这样的一部电影，又涉及到历史题材，又涉及到大自然和动物的一些细节。那在动笔之前，您是否也做过一些关于动物啊、关于狼的一些深入研究？我觉得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因为主要的他那个小说，实际上它是一个写的非常详尽的一个小说。他写的非常丰富饱满，就他内容啊，对一个电影剧本来说是非常丰厚的一个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我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起始。再一个，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就是我是知识青年。就是知识青年，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这个当时的那种状态我是清楚的，所以我就很有信心，我觉得我把握它，就要比把握秦始皇要容易容易多了，这个所以在写的时候还是比较痛快，写狼图腾的时候我是非常痛快，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啊。我也对那个剧本也还比较满意，但是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后来拍的时候，那个内容就，导演请了三个法国编剧来介入，我认为他们不了解知识青年，我认为他们也不了解中国的草原，所以那个电影吧最后有点遗憾，我觉得就是力度不够，戏剧性不够，人物的塑造也不够。那三个法国编剧，您有跟他们合作吗？或者他们直接把您的没有，我只是写了第一稿，我就一交稿以后呢，就以后就没有音信了。我也没看过他们的剧本。因为那个也是一个法国导演拍的吧？是让阿诺，一个很有名的导演。是，那您他拍过《兵临》，他最有名的电影是《兵临城下》。对，所以您觉得一个外国导演来处理这种中国地地道道的，就这么地道的一个题材的片子，也是有，也就是有些这个我觉得跟国际没有关系，只有你的完成作品是成色是好是坏。你比如说，我认为现在表达中国历史最最好的最棒的电影，其实是外国人拍的，就是《末代皇帝》。我认为那个电影是对中国的历史的这个解读和表达是非常具有历史感的，可见这个东西跟国际没关系，只有你电影的本身好坏有关系，就是它饱满不饱满，饱满不饱满，真实不真实，它的感觉是不是中国式的，是不是中国人的故事，跟这个有关系。刚提到说《狼图腾》写的特别顺利，那您这么多电影里头，哪一部是最难弄的，最困扰是你，
最难忘的白鹿原。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你说的好像有七稿还是九稿，这好几个版本。我一共写了七稿，一共写了四年。写了四年，写了七稿。为什么呢？因为白鹿原吧，其实我白鹿原写的是陕西农民的故事，我其实对陕西农民很熟悉，哎，但是对这个小说吧，就是他小说的内容特别多，他内容吧，他是将近五十万字，四十多万字，篇幅这个浩繁，但是你的任务是你要抓住这个白鹿原，要抓住它的核心，就是你认为它的戏剧矛盾冲突是什么。后来我写第一稿的时候并不清楚，到了写了几稿以后，我忽然意识到了这个故事写的两代人价值观的撕裂。他虽然讲的是家庭的故事，但是他实际上写了代沟的问题。你看这个三个家庭，三代的上一辈老人跟下一代的青年人的这个戏剧关系，我意识到这个以后就好办了，就主动了，我就抓住这根线，我来进行这个刻画。所以这根线呢，我觉得我写的比较饱满，也比较充实。但是这个电影很可惜，最后那个我因为王全二最后拍这个电影的时候，他自己写的剧本。他呢我的剧本写了四年，他只写了，据他自己说写了十七天就完成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太轻狂了吧。嗯，好，那么我想咱们聊了已经一个多小时吧，我想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再把剩下时间开放给听众提问吧。听众如果有问题，下面有个 Q&A 的框框，可以在那边写问题吧。待会儿我的同事啊，程红先生会主持那个 Q&A 的环节。那最后一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对谈的标题是电影编剧的秘密，其实就是接着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如果大家今天听的还不够，你可以去找卢老师的这本书来好好研究一下。这本书我再做个广告吧，因为第二册马上就要出来了。他的下册也要出来了。太好了。这本书是您和王天斌合作的一本。对。然后我想其实你如果看了会发现里面那个电影的秘密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如果您今天要对年轻的作家或者编剧送一些建议或者分享一些电影的秘密，那会是哪一些吧？我建议他们还是要研究一些经典的著作、经典的作品和经典的电影编剧的理论书籍。我觉得我其实没有看过多少理论书籍，因为我是电影是干出来的。但是有一个人对我影响很大，就是有本书，这本书吧是80年代翻译过来的，是个美国的一个剧作家写的。他的这个书的名字就叫《编剧的艺术》啊，我看了以后，当时啊，我觉得对我的影响就是，我觉得从理论上打开了我对编剧的这个的理解，我就想，哎呀，他说的太对了，所以我是逢人就是推荐这本书。后来这本书在中国再版的时候，还请我写了一个推荐语，我也写了，所以我觉得。当然他那本书是写的是舞台剧的这个规律和舞台剧的这个剧作结构，但我觉得跟电影的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电影实际上是从舞台剧发展出来的，它的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比如电影更自由更开放一些，如此而已。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些它的基础理论非常重要。对，谢谢卢伟老师。作为一个编剧来讲，你必须要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好，谢谢。其实跟卢老师聊的实在非常开心了，
我想接着聊，但我不要太自私了，还是要留点时间给观众提问吧。那现在就请我的同事陈红老师，还有那个陈馆长啊，回来就是帮我们主持，就是观众的一个提问环节吧。好，谢谢你的组织。再一次谢谢卢伟老师，非常感谢卢老师，谢谢白老师，哇，太丰富了，真的想继续听你们，听您二位聊天。好，红，咱们要不要您开始？好，我现在把听众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卢老师您好，我想问您对修改原著的看法。举个例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把红灯笼拿下，打起白灯笼来表示对一个妾的惩罚，这是书童小说里没有的。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编者对原著的修改是否有一些原则？是否编剧有不同的出发点？他这个我觉得都跟电影的类型有关系。这个《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电影呢，它实际上是带有象征意义的一种类型，所以它的内容呢，有的时候会跟这个类型走，因为它就有很多隐喻在里边。这个灯笼最后实际上成了一种隐喻了，但有的电影吧，就是从类型出发的话，可以不考虑这个因素，因为隐喻啊，既是一种话剧手法，一种舞台剧手法，也是电影手法。这两者呢，就是你怎么用它，怎么用的得当，这个完全是内容所决定的。谢谢您，罗老师，下一个。好的，谢谢您，罗老师。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卢老师您好，您曾在一次访谈采访中说，第五代导演有两个致命的问题，第一个不会讲故事，第二个不太懂表演。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会讲故事也是许多写作者的苦恼。谢谢。这个电影在本质上它是一个故事，它只不过就是它是银幕上的故事而已，所以这个故事吧，对于一个电影制作者来讲，对于导演和编剧来讲至关重要。但是吧，很多人都在这个在学校里边都把这个电影艺术就是抽象出来，把它作为一个艺术类型来对待，这样的话把电影的这个本质和它的本意呢就是曲解了。电影实际上它的这个诞生啊和它的这个发展实际上是大众艺术，它是个讲在荧幕上讲故事的地方，但很多人都把它作为一个艺术的类型来对待。当然它有这个成分，但是如果你要考虑商业性的话，最好对自己要克制一点，就是要自己要知道它的局限，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不要被它误导，不要把它就是我为了我的艺术风格，我可以不考虑别人，恨不得人人都是塔尔科夫斯基，这个是塔尔科夫斯基是不可取代的，就跟诗人是不可取代的一样的，那是他自己的感受。你还是像我们作为凡人来讲，作为普通人来讲，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遵循着讲故事的规律来，必须要有开场，必须要有中间的部分，必须要有高潮，必须要有结尾，这个是一个既定的模式，是人们在接受一个故事的时候已经习惯了的和乐意接受的方式，太另类的话不好接受。谢谢卢老师。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卢伟老师，您怎么看待目前影视创作中的时代主题，或者说哪些时代主题是您现在所关注的感兴趣的？时代这个词儿吧太大了，有点大。就是我知道这个我对什么感兴趣，这个我很清楚，但它与时代是什么关系我好像有点不是很清楚，我也不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是它跟时代的关系
自由理论家和观众来做一个界定，我呢还老老实实把故事讲好就行了。好，谢谢你。问题很多啊。来，慢慢来。好的，谢谢。下边这个是这样，活着原著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后，把人的死亡和不同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了一起。能否请您分享当时改编小说的背景和想法？谁？您还是导演（括弧）提出是谁提出死亡和政治运动结合的？谢谢。这个《活着》的改动比较大，因为《活着》的这个小说吧，到结尾的时候啊，一家人死光了，就剩福贵一个人，就是他很孤独，他一个人在这个跟他的牲口，一头牛在说话。当然，这个作为小说来讲，作为象征性的一个手法来讲，它很独特，而且很有力量。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影和影视来讲呢，它就是太另类了，它太风格化，所以我们就想把它通俗化，就是想把它让更多的人来乐意接受这个故事，在情感上，在剧情的这个节奏上，能够有效的乐意接受这么一个，就是让它变得有普遍的意义，所以就做了些调整。当时那个这些调整呢，就是也是我觉得我跟那个张艺谋当时讨论的非常比较清楚，就是我们要拍一个保留他的精神，但是在故事的叙述上我们要有自己的选择，我们不按他那个不按他的框架来，我们可以加，我们也可以减，后来做了一些很大的一些加减，但是总的来说吧，这个电影看了啊，我记得我在看第一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做法是对的。朱老师您好，有人说好的电影往往能够和观众产生共鸣，在共鸣中我们往往有机会审视自己和自己生活的环境。是，现在电影市场主要消费者都是90年代或者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中国60到80年代的苦难和剧烈变化，也许无法和相关题材的电影产生共鸣。我的问题是，作为编剧，你觉得现在的电影如何让年轻人对中国过去发生的苦难和巨变产生共鸣，和那些有哪些切入点或者现代题材可以将年轻人与过去那个陌生的中国联系起来？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后来呢，但是看了很多那个年轻人对《活着》和《霸王别姬》的这个观感，我很开心。我觉得我们的叙述方式和内容吧，他们都乐意接受，他们看得很开心，他们也看得很感动，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只要你遵循戏剧的这个叙述手法，你就是严格的按照这个电影的规定性来，是吧？因为电影这个东西吧，它毕竟是100多年来它的叙述方式，它是有一个格式的，它是有一个继承的一个体系的，所以你必须要懂这个东西，你才能够有效的跟观众沟通。这个隔代这个问题吧，你看我们看莎士比亚，我看那个哈姆雷特的时候我很感动，但哈姆雷特那个时代我根本没有经历过，他神奇又神奇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能够让一个跟你毫不相关的一个故事和人物所感动呢？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也相信这一点，就是好的作品和好的艺术作品吧，就有这种神奇的力量，它可以打破年龄，打破国界，打破民族的界限，它可以就是让我们得到一种滋养。你像那比如说吧，我们说《教父》这个电影，它讲的是美国的意大利社区的故事，对不对？这跟我们中国人来讲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呢我们看这个电影我们依然会感动，所以我就在追寻这种感动，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它可以打破国界，打破民族，打破界限，这样的话，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很有意义。你比如说，你看我再说个导演，库兹杜里卡，他是南斯拉夫导演，对吧？他的电影我看的入迷的不得了，但是呢，像他的那个拍的《吉普赛人》，我们对吉普赛人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看那个电影我们会感动，会深深的感动，这就是电影最神奇的这个地方。当我看到很多人为《霸王别姬》活着鼓掌的时候，我也感动。谢谢您。好，这儿正好有个问题问霸王别姬和活着。哎呀，这个读者的问题是，我以为《霸王别姬》和《活着》两片是两位导演最好的作品，两片都是由知名的小说改编成的，也都在国内遭禁。请问您如何应付这两片政治审查的挑战？这个其实《霸王别姬》当时是一开始放行了，《霸王别姬》的命运啊，其实我觉得那个比电影还要曲折。他是一开始枪毙了，说不准放，后来呢紧跟着获大奖了，在戛纳电影节获大奖了。后来呢，我要说内幕的话，这个电影实际上在中国是放过的，是邓小平批的，邓小平发话了，他们那个当时那个出品公司把这个电影送到邓小平那儿去，就他们据说是通过邓林说让老爷子看一下啊，老爷子给指教一下。据说邓小平看完以后，我是听那个送片子的那个副导演说，他说邓小平当时说了几句话，他说的我看没啥嘛，改一改可以放可以放，这是他的原话啊。所以呢这个电影吧才在中国得以放映，霸王别姬在中国是放映了，是得以放映了。而且中国的当时的合作方是北影，北影还出了他自己的版本，所以他是其实是后来是就是不提倡他，就是第一个他不能参加国内的电影节，第二个就是有内部文件说不准宣传他，活着就比较简单了，就是根本就是审查的时候就根本没通过，直接枪毙了，据说枪毙的很有戏剧性，据说放了一半的时候，我听他们电影局的人说的，说放了一半的时候有人就打电话了给那个电影局的局长，给滕进贤，当时滕进贤当局长的，说这个电影你们电影局不能让他发行，必须枪毙，如果这个电影这个要是能发行的话，那么一切反共的电影都可以供应了，所以这个帽子太大了，这一下当时把电影局所有的人都给吓住了，那只有枪毙了。所以这个电影就是跟霸王别姬不一样，霸王别姬其实在国内是供应了，我都是在国内看的，我在西安看的，我买票看的。谢谢卢老师。下面一个听众他有几个问题，我连在一起问您。我想问他问题是，比如李自成，您作为编剧，着力点是自己对历史人物的感受和看法，还是随着历史的真实轨迹？就是作为编剧有多大空间是属于你自己自由发挥的？如果在剧本写作中某个情节或者人物没写过瘾，您会加大它的分量，还是会通盘考虑均衡而有所遗憾地放弃？电影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主题表达是不是都要精缩简练？怎么有的电影觉得荡气回肠而且很过瘾？作为编剧，你怎样分配这些剧情布局里更合理更精彩？它是有它的一个规律的，就是我们讲的就跟一个文章一样，它是有起承转合的一个结构
在起作用。就是你的叙述吧，你不管怎么样，你就叙述一定要得当，一定要合理，不能突兀，一定要在它的应该起作用的时候发挥作用，就发挥它的戏剧作用。因为影视作品说到底它不是历史，历史只是它的一个素材，它只是利用这个素材来进行一个创造。因为它不是纪录片，它也不负有纪录片的这个职责，它是一个故事片。那么在这里边吧，戏剧冲突和戏剧性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但是呢，你这个作品有没有历史精神，这个是你对历史的理解，对吧？这个非常重要，对吧？因为同一件事情，我们不同的人会讲出不同的故事。那这个故事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那是你的选择和你的判断，你觉得它有意义，所以你才这么讲。但是写李自成的经验，我比较过瘾的是这个，我因为李自成是陕北人，我也有一半陕北血统，所以我对李自成说话的这个方言呢，我是比较清楚的，我觉得很有魅力。所以就是写的时候，我就是把陕北方言的一部分把它揉进去，我觉得很有个性，所以那个与众不同。反正这个历史题材吧，我觉得对于中国人，中国有历史，但是没有表达，所以依然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它是一个沟坎，我们必须要把它越过去，是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任务。好，谢谢卢老师。下面，这位Kate Wang 问了三个问题。好，您好，请问卢伟先生，您觉得我们一个一个来，三个问题太多了，一个一个的来。好的，好的。您觉得编剧工作和导演工作之间，对您而言最大差别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差别就是一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工作就可以完成了，一个呢是必须要操作它才能完成，必须要把它变成一个荧幕上就是可视性的东西，这是它的区别。所以我觉得编剧，我为什么乐意当编剧不愿意当导演，我觉得编剧更自由。导演吧，受资金的这个限制，受场地的限制，受很多条件的限制，他们在精神上没有我快活。好，第二个问题，您觉得各地方言，例如您提到的陕西方言，可以在电影里扮演什么特殊的角色和功能？我在写《白鹿原》的时候，我在我的想象中，就是它应该是陕西方言，所以我也是用陕西方言来写这个剧本，它的台词呢都是陕西方言，方言不是问题。据说，因为我不懂英语，据说这个《教父》的这个英语吧，就是它带有意大利社区的特点，它的口音说那个，因为这个科波拉本人就是意大利裔的一个美国人嘛，所以他对意大利的这个口音呢比较敏感。《白鹿原》呢，这个我觉得因为我是陕西人，所以我对他这个语言特别有兴趣，我在写的时候觉得很过瘾。这个他们说的话跟我在农村里时候听那些老乡啊和农民说的话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特别痛快。谢谢您。最后这个问题是，请问活动结束之后访谈影片会在 YouTube 上吗？我们可以回答是的，但是需要一段时间我们的整理之后才会上传。好，谢谢您。卢老师，下面呢实际上两个问题，但我把它因为差不多，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问您了。好的。一个是想请问，面对这种自己剧本没有备用的情况，老师您是什么心情？您会不会想办法下一次让导演用你的剧本，还是您觉得这是导演的自由？
另外一个问题呢，说当电影人没有采用您的剧本，或者做了极大的修改时，他们会把您的名字放上去吗？您个人对这样的做法是否满意或生气？哦，我在写那个这个电影《白鹿原》吧，就是要放我的名字，说让我当一个跟王全安一块来做联合编剧，他当第一编剧，我当第二编剧。后来我把那个电影看了一下，看了以后我不喜欢那个电影，我也不认为那个电影是我写的，尽管他用了我一些个别情节，但是呢，我不喜欢那个电影，我就坚决要求从编剧的名字上拿下来。我说我这不是我的白鹿原，这是王全安的白鹿原。所以这个编剧有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个东西最好的办法是拿得起放得下来。就是你喜欢了你就上，你不喜欢了你不上了。很简单。谢谢您，收放自如哈。好，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卢伟老师您好，白老师您好，我想请问卢伟老师的两个问题。您第一个，您刚才提到对于人性的刻画和对题材的感动，在我们当今的生活中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素材，但是在创作时却总有一种莫名的无力感，感觉冲突不够，没有打动人的一些起伏，这是否可以通过一些技巧的学习进行弥补呢？这第一部分。当然可以了，这个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你们研究经典电影，一定要看经典电影，然后你看人家是怎么表达的，人家是怎么刻画人物的。你们可以看《教父》，可以看这个阿拉伯的劳伦斯，可以看这个很多经典电影，这个你看他们是怎么刻画人物的，那里边有很多技巧都是可以学习的。其实所有的人都差不多，人嘛有区别，但是区别不大，都是一种都是一个生命的过程，这个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要想提高自己的眼界呢，就是不要看电视剧了，不要看那些烂电视剧了，一定要看经典电影，看看那些大家们是怎么表达的，他们是怎么刻画人物，对吧？那个会给你很多启发，同时也提高你的眼界。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学习。我觉得我当时学编剧的时候，一些好电影对我启发特别大，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其中一部，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每看一遍我都会有新的体会，我都觉得哎呦厉害厉害，刻画的太好，是吧？其实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故事背景非常复杂，但是他讲的非常清楚，这里边有很高的技巧在里面。你想他讲了几个民族的人的故事，而且在战争中一个特殊的一个战场上，好几个民族在较量，是吧？有阿拉伯人，有英国人，是不是？还有土耳其人。所以他的背景非常复杂，但是他讲述的非常清晰，这就是技巧。谢谢。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您提到的中国戏剧，我也很喜欢京剧等传统戏剧，也发现他们与国外舞台剧的情节规律都有相当多的一致性，是否也可以将一些传统戏剧题材经过改编，反映当下的思想变革和矛盾冲突，由于很多时代和价值观不同的问题，融合方面要如何更好地处理？这个故事啊是千变万化，千变万化，人物也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戏剧规律它是比较一致的。他就是他的讲述故事的方法和他的这个表述的这个层次啊，这个是这个有规可循的，这个是可以掌握的，通过学习你是可以掌握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电影吧，
和戏剧啊，它是有限空间，哎，所以这个呢，就是它是有一，它是有它的一个内在的规律的，这个要必须要掌握住。嗯，电影它不是事实，它不是事实，它是一个经过加工的东西，它是个艺术品。嗯，老师您好。我对家庭故事反映的时代发展这样的题材有疑问，除了时代背景以外，还有什么在写作中可以着重描写的？比如人物一定要多样性吗？希望能您能指点，谢谢。人物我们都知道，人性和人物是很丰富的，而且是很这个非常这个浩大的，是吧？这里边就是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视角，你必须要找到自己，因为这个不同的故事吧，对不同的人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这个视角和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一种表述方式，这样的话你的大概和别人交流起来就更容易一些，也更有价值一些，因为这是你的视角，如果大家的视角都一样就没有意思，就雷同了。好，下面一个问题是，同为京剧题材，请问您对进京城的看法？卢老师对进京城进入京城，您看过这个吗？好像是，哎呀，我不确定，好像我看过那个，我名字记不太清了。反正我看过，看过一个京剧班子的一个题材，我看了后非常失望，非常失望。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把京剧这个课班的这个魅力表现出来，他只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毫无魅力。毫无魅力。对，这个观众特别希望听到您对中国戏曲题材的电影的建议。中国这个戏曲啊，它因为电影戏曲电影它是一个独特的类型，这个它就是唱戏嘛，舞台表演，我们把它记录下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像《霸王别姬》这样的，你只是以它作为一个故事的一个背景，那就是其实你最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故事的叙述性，而不是戏曲的真实性。戏曲的真实性是你手中的牌，你可以利用它，但是呢它不能成为你的一个累赘，你不能为它所累。那既然如果要是我们那个观众进电影院，他一定是看电影去，他不是听一场戏，这个是两回事儿。所以你必须要提供给他足够的电影的语言和电影的视觉上的这个内容，这才可以。两回事，这是两回事。嗯，下面这个问题呢，是卢伟老师，您对现在国内的年轻编剧和刚起步的编剧导演有什么建议呢？我这里再加一个，就是在 chat 里面也有个问题连在一起的。我想问卢伟老师的问题是，我本身也是个电影剧本创作的学习者和创作者，国内基本仍然是以命题创作为主，但很多时候创作的水平时高时低，或者创作内容较为普通，时常出现十分焦虑的情况，以及会恐惧和担心自己写人物没有深度或者没有特色，故事没有意思。在人物创作方面，您这边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吗？或者请问您会出现这种状况吗？如果有这种状况，卢伟老师您是怎么维持你创作内容的高水平性呢？谢谢卢伟老师。请在 chat 里面提问的朋友把您的问题转到那个就是 question and answer 里面去，这样我们可以比较方便回答。谢谢卢伟老师，请您回答。这个东西吧，就是一个创作的瓶颈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跟你的出发点有关系，跟每个人不同的人的出发点有关系。
就是你为什么要写这个剧本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非常坚定，非常肯定，能找到一个充足的理由，我相信创作中会比较这个顺利。如果你就是因为要完成一个工作，或者是要挣一份钱，我觉得就比较被动，因为你没热情。编剧吧，这个东西在本质上，我自己的经验是完全是凭热情在支撑。如果失去了热情，失去了这个兴趣，失去了动力，我觉得就很麻烦，它就成了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工作，这个我觉得是不堪忍受。就是你当时一定要回到原点，就是你当时为什么接这个剧本，你说为什么，是吧？这个要拷问自己。谢谢。您说，就是说反正你总要找到自己要接这个剧本的理由。我就是坚持这一点，所以我就说很多人在这找我做编剧工作的时候，我都只好谢绝。我说这个类型我不熟悉，我说这个类型我没有兴趣，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很难写好，你恐怕要另外找人了。我永远只写我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建议编剧呢最好找第二职业，就是能把自己养活，自己能够不挨饿，能够吃饭，能够养活，能够养家糊口，然后呢把编剧呢作为一个第二职业。我当年就是编剧，就是我的第二职业，因为我的工作是美术，是美工，所以我自由，就是我想干就干，不想干算了，不干了。这样的话，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一个编剧吧，就是感觉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要坚持一点，就是有感而发，无感不发。如果这个为天这个，你不能就是为了写而写，一定要为了热爱而写。哎，您一直在强调热爱，我看大家热情都非常高，问题还很多。您二位还想继续回答吗？因为已经超四分钟了。我没有问题，我就不知道。大家累不累？我是没有问题。好，那如果没问题的话，咱们再继续问几个问题。如我们的活动现在已经结束了，愿意离开的请自由退场，但是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问问题，好吗？问卢老师的问题。好，请问卢老师最喜欢的其他华人导演和编剧在港台和其他地区为什么喜欢？我是没有说特别喜欢谁，我就是他们的作品。你比如说侯孝贤的这个《悲情城市》，我就特别喜欢。但是他别的这个电影，你比如说他最后拍的一部叫什么？这个叫《最后拍的《念你娘》的，我就不喜欢。这个不一样，完全是就是。你比如像陈凯歌的这个《黄土地》，我也很喜欢，但是他后来拍的这些影视电影，比如《无极》，我就很不喜欢。这都是这个没有说没有一定，没有一定，都完全是根据作品而来，而不是人。人是变千变万化的，他是会变化的，这个但是作品呢，你变不了，他已经搁着那儿了。你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卢老师，你好。我想请教您创作的时候有关留白方面的处理。像海明威也提过冰山理论，因为在人物刻画的时候，如何把握隐晦和直接表达之间的张力？比如说《海上花》，由于文本本身有很多留白，会导致读者或者观众在接受的时候得不到作者的全部意图，那创作时候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电影是让人看的，不是让人猜的。当然有猜的，它有猜的成分，比如悬念就是猜，对不对？但是从本质上来讲，电影一定要让人看，一定要看的就是要能够接受，能够接受的时候很流畅，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如果观众在这个接受的时候产生了一种这种不流畅中断，对吧，或者是不明其意，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一定是你叙述者的问题，就是你讲的这种方式有问题了，因为电影这个很多这个电影它就是存在一个就是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塔尔科夫斯基这样的很另类的导演，对不对？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吧，其实我觉得能看懂的人很少，他的语言也与众不同，他的蒙太奇，他的这个手法也从来不遵循这个戏剧法则，他完全是作者电影的一个法则，他自己的法则，诗意的法则，我们把它叫塔尔科夫斯基的诗意，但是他有魅力，你一看，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把它称之为天才性的导演，因为他会写诗，他会用电影，会用银幕来写诗。可是我们这些人呢，比如我自己吧，其实我是一个，我喜欢故事，我看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吧，我其实，是把它当经典看。你像他那个《安德烈·卢布廖夫》是我特别崇拜的一个电影。我也很喜欢这个电影，这个电影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但是电影因为有投资，所以你必须要跟观众沟通，太个人化会有危险，它这个危险吧，本身是个诱惑，但是也有危险，所以作为创作者来讲，你要明白这两个东西的界限在什么地方。所以要从而呢，就是把它控制住。你比如说《聂隐娘》这个电影，对吧？就侯孝贤这个电影，我相信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一种表达的一种这个他的主题和他的愿望。但是呢，很可惜，这个观众呢，不买账，所以他的这个票房就比较惨。他可能花了有一个8000万吧。票房也就8000万，那就赔了嘛，对不对？赔得厉害，所以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每一个编导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保证资金的安全，你要保证资金的有效性，所以这个对每一个编导都是个考验。这个有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些成功的商业电影和成功的艺术电影，看他们怎么做的。你比如像《教父》这样的电影，是吧？它商业性非常棒，它的这个它的艺术性、它的文学性也很棒，是不是？我觉得《教父》这个电影吧，比小说好，他把小说的全部精髓啊都发挥出来了，是吧？都通过戏剧的方式发挥出来了，所以这个很这个很了不得。非常感谢卢老师，你已经给年轻编剧们已经说了已经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还是有人问您对现在国内的年轻编剧和刚起步的编剧导演有什么建议？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一定要看经典，不要看垃圾，一定要研究经典，戏剧经典、电影经典，不要看那些浩如烟海的那些电视连续剧，那个很坏人的，因为电视剧吧，它的篇幅太长，你可以就是漫不经心的去看它，可以这个把它当一个这个消遣来看它，但是电影不行，因为电影时间很短，对吧？基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搞定，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就是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不要把这个电视剧和电影混为一谈。电视剧是消费，而电影呢就不完全是消费了。
他这里边还有一个参与。卢老师，这个问题可能连着您的话题。您刚才提到，由于小说的纷繁浩杂，在两三个小时的电影时间范畴内很难完全体现。而现在如网飞等线上影视剧的体量增大了数倍，很多名著也被改编为电视剧，在资金和体量上也可以有更好的体现。您是否未来由于此类线上公司有合作的计划？作为观众也非常有这方面的期待。我是因为我没有写过，我电视剧其实就写过一部，就李自成，这个是1998年吧，1997年，中央电视台他们找我来写这个剧本，大概看我是陕北人吧，有陕北血统，就写过这一部。但是我觉得电视剧和这个电影在本质上没有，除了这个空间和时间上不一样以外，本质上都是戏剧性，就是你只要写出戏剧性来，它就好看。好的，我们这样，我们现在还，我们这样吧，再问最后的三个问题，好不好？好，李卢老师，哎，好嘞，没问题。哎，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请问卢老师，编剧如何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并维护自己的话语权？目前的独立电影创作模式能够帮助编剧获得话语权吗？有话语权当然是好事情，但是话语权如果要过分强调的话，我们要防止一个自恋的倾向。因为影视作品说句老实话是一种合作，不是你自言自语，它跟诗歌不一样。诗歌吧，你诗人爱怎么写怎么写，但是呢，影视作品呢必须要经过院线和观众的认可，它有个交流的问题，就是你交流的有效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都要顾及到，我们既要保持，因为观众到影院里看的其实是你的个性，但有的时候你太有个性了，你的个性又不被观众所认可，那你就要向观众来低头，因为你是为他们服务的，对吧？你是叫他们是来消费你的作品，所以这是个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吧，你不能各说各有理。最好找一个中间点，就是都顾及到，这是最好的。但是这个顾及吧，不要磨损你的个性，那就是好事情。如果说把你的个性要是磨掉的话，那就是坏事情。卢老师，下面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您平时在看什么书和看什么电影？我看电影一般是很挑的，一个就是我是每年都要定期的看经典电影，就是看一些比较经典的有影响力的一些电影，要做一些笔记，这是我的工作。还有一种就是我看书的这个是比较宽的，就历史类看比较多，还是经典小说。就是经典类的小说，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我看比如说看纳博科夫的这个书，纳博科夫的这个普宁，我大概看了有几十遍，二十多遍，我每看一遍都要做一番笔记，因为那个有带有研究性质的。再比如金晶的顿河这本书，我基本上10年看一回，每过10年就看一回，每过10年看一回，但每次看的时候，每过10年看的感觉都不一样，而且越看越入迷，而且越看的越觉得他的这个，写得好，这个我觉得就是，看进去，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作家对我影响非常大，
就是她是个历史学家，是个女的，是美国人，叫芭芭拉·塔奇曼。芭芭拉·塔奇曼呢，她写过一本书叫《八月炮》。这本书呢，我大概看了也不，他就是他这个书的内容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起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打起来。他是写了一个，他是一个历史专著，但是这本书的文笔之好，我非常惊讶，而他的这个史诗那种视角，特别感动我。他能够纵横上下，连贯的特别好。当然，她这个女的很厉害，因为这个作者是一个女的，是个犹太人，她叫芭芭拉·塔奇曼，她是美国当过美国历史家协会的会长，她的书我后来就成她的，就我成了她的迷了，就是她所有的出版的这个中国的翻译成中国的一共七本书，我都买了，我都读了，对她很佩服，再一个就是说。我对中国的三个女作家，我中国男作家书我看的很少，但是就是当代的几个女作家，我觉得她们很厉害，其中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就是那谁，那个张一和老师，我喜欢她的书，还一个叫。那个谁就写那个大江大，不是写那个谁，写那个龙，台湾的龙应台吗？龙应台，龙应台，不是他当时写了一本书，我记得我也看了两遍，写的非常好，他写他的大江大海，不是他是叫什么叫，哎呦那书的呀，脑子一下就记不起来了。他就是写他的他们家的家史。巨流河是吗？啊，对，巨流河，对，啊，巨流河，对，巨流河，我觉得写的，巨流河，我觉得写特别好。李邦媛啊，是，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个女作家，当然这个人现在在新西兰，她是写，她也是写，她写了本书叫《悔农往事》。他叫周素子，叫周素子。我觉得这三个女作家非常不得了，我觉得他们的勇气啊和他们的视角比男作家要厉害。当然，男作家我不是否定男作家啊，这个男作家有非常非常棒的，但是这三个女性呢，我觉得为中国的当代史、中国的民族史和这个中国人的心理做了一个记述。哎，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哎，开卷有益，尤其是周素子的书啊，他这个都写了一些柴米油盐，平凡的小事，但是你能看见到他的一种母性的一种热爱，能看到非常宽厚的一种人性在里面，哎，这个让我非常感动。好，我现在有机会问最后一个问题，最后这。实际上我是把两个问题合在了一起，是问卢老师和白老师的。好，想听卢老师和白老师谈一谈中国传统文化对电影的影响，写意在电影中的体现。第二个部分是从编剧上如何看待贾樟柯的作品，创作者如何感受时代。这个两个问题都是给您二位的。好的，很乐意。卢老师，白老师先来。卢老师您先呢？我要先来的话，那我们先谈贾樟柯，可以吗？我们先谈谈他的这个电影作品，因为他是个导演。贾樟柯的电影呢，我基本就是步步都看，我比较注意他。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好的一部电影是他第一部电影，是《小五》。他的《小五》呢，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史诗，我们把它叫小镇史诗。《小五》就是这么一部电影，
他的主人公很卑微，是个小偷嘛，对不对？生活的条件吧也很局限，但是呢，他的视角是有关人性的真切表达。贾樟柯的第二部电影吧，叫《站台》，也还不错，但是比小五比起来，我觉得逊色，没有小五那么精炼，没有小五那么凝练，没有小五的戏剧性的这个表现力。他以后的作品我越看我越丧气，我觉得他完全是已经不了解中国的小镇了，这个跟他的身份跟他的地位啊有很大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我觉得他东西不再敏锐了，不再有感觉了，变得虚假夸张不真实，这个是我比较失望的。我到现在为止，如果让我举十部最伟大的中国电影，我依然要说小五是其中一部，但是他以后的电影我就不敢恭维了，我就说哟，这过去我不太相信说一个人怎么地位变化了他就会感觉迟钝的，但是看了贾樟柯的电影我确实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的电影啊已经无力在表达中国现在的真实，这是对贾樟柯的这个观感。白老师，您说。我是其实吴老师前面讲的话我也是挺认同的，就是我其实贾樟柯所有的电影我都会看，我也是都是挺欣赏的，但是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小五，我觉得跟我一样，跟我一样，是，就是一个我也是，因为我看小五的时候还都是他当时那个片子刚剪完，还没做后期呢，他就让我看，他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里面，就是我刚刚剪完，说卢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一看我就说，我说你这个电影是我，拍完《活着》以后看到的最好的一部电影，他还不相信。他说呀，你是不是过誉了？我说我是跟着感觉走，我看什么我只要说感动我就会给他一个评价。最后那个这个他很吃惊当时，但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小五依然是中国电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如果没有这部作品的话，小镇青年的生活就是一片空白。我依然认为那部电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我给他很高的评价。我也是，我觉得他能够把这种非常有戏剧性的一个故事跟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画面结合在一起，是实在很难得，是的是的是的。一方面有这种非常粗糙的纪录片的一个形式，但是背后的故事又像一个希腊的悲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难做到。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生活给他的，就他自己有这个经历，他也很珍视这个真理，所以有机会呢就把它表现出来。到以后他的很多电影的感受我都不相信是他个人的感受。好了，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请两位老师谈一谈中国传统文化对电影的影响，写意在电影中的体现。白老师，您先上，还是我就简单的说两句吧。就是其实当中国电影的诞生，就是跟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像丁春山嘛，就是京剧嘛。所以从中国电影早期的跟戏剧、跟舞台剧、跟这些传统的表演艺术完全走到一起的。但是到了像49年了，中国解放了之后，会有一种跟传统文化的一种断裂。尤其是到了文革时间，那个期间不是有破四旧啊，就是反对所有的传统文化，所以学就是因为有一个断裂，就是等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重新发现，重新把中国过去的文化又找回来。所以其实我很多人觉得改革开放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把很多海外的哲学文学电影就是引进到中国来，
其实那是一部分，我觉得第二部分就是他重新发现像儒家、道家就是很多传统文化被遗忘了，重新找回来了。这两个东西转合在一起，就是海外的那些成分跟传统文化的部分。我觉得这两个装在一起，就是改革开放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两个东西撞到一起，会有一些火花产生了，才会有新兴花卉，才有第五代朦胧诗等等。所以反正我现在就讲这么一点吧，就请卢老师再补充吧。这个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骨子里的东西，它是个潜移默化的，它不是说你自己要是什么要追求什么什么它就有什么。这个东西我觉得比如说吧，霸王别姬跟活着的内容来看非常传统，它的叙述方式也非常传统，但是它的视角是我们这代人的视角，跟别人视角不一样，所以这个传统和创新它永远是一个矛盾，它永远是一个就是我们在传统里边，我们要找到它，一定要找到它的现代的意义。就是在一个古老的题材里边，我们注入的我们自己的一个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这个身份的一种视角。我们毕竟我们也不是莎士比亚，我们也不是李白，对不对？我们是今天的人。那我们今天的人如何解读我们这个丰富而浩瀚的历史，这是一个问题。我只是用我的剧本，尽我的能力来回答这些问题，是吧？好还是不好，那就交给观众来判断。哎呀，这120分钟过得如此之快，还有很多问题，非常希望两位老师在未来能够再一次对话，让我们对电影、对电影剧本、对您们对电影以及涉及的电影文化，给我们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好，今天咱们就请各位，还有73位观众在线，请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卢老师和白老师。非常感谢两位精彩的分享，谢谢，谢谢二位老师，谢谢卢伟老师，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组织人，好，再见，谢谢大家，再见。